到飞机。对啊，就好像跟那个观众讲，发生什么事？就是呢，我们今天风太大，所以可能会打不到飞机。我们现在要去飞机排候补，然后如果可以，然后如果没排到，就必须搭船。再见了，各位。结果我们最终还是必须搭船，悲剧。要搭两个半小时。没错。妈呀！整个大延后我们的行程。这天气很好哎。天气超好，但风很大。希望海浪不要太大。希望等一下还有画面，不会是喂鱼秀。没有，你等一下会先听到一些大妈在那边叫，然后到后来他们都开始吐。我上次就这样。然后我上次搭去绿岛，上面一堆人吐炒面啊。好，看到你知道你等一下会吐什么吗？哎、欸，他这样一餐当两餐吃哎、欸。等一下会吐抓饼。不要笑，你雪饼我们有乌龙面啊，大家做好吃那种。不用去浪人啦、啊，直接吐一吐吃掉就好。好，闭嘴啦，还热的，剩一餐呢、欸。就要昏睡了，拜拜。谁转？终于到蓝屿了。没错，我一定要喝到西米露。结果他三天都没喝到西米露。
好，成功成功。哇，你的小声音。不用这种时候还要比赞。不用不用准备，直接。呜呜，自己的身体。站前面一点。他真的要熟透了，会痛吗？我吗？不会啊，我现在脸色差的超严重。我现在是脚好痛。脚很刺。对。我要把你的肚子打住。祖祖，你还有多久要走？还有两个小时吧。两个小时，你走多久了？我们的环岛勇士，五个半。还有两个小时三分钟，哦，还有远，四分之一吧。加油！我疯掉了。加加加！Forgetting times, learn how to fly, and before I know it, it passes me by. Oh, I don't know why. When life is beautiful. 尴尬吗？尴尬吗？唱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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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我们每一年都能这样快快乐乐出来玩，对，这是很伟大的愿望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因为这是个很伟大的。希望明年不要再把钥匙锁进，不要再把钥匙锁进去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祝我今年能考上律师。不要再考了。你不是已经有了？要不要改师范？我去年已经帮你许过愿了，烦死了。祝大家身体都很平安、健康。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愿望。好，第三个。第三个我就不讲了，这是我自己的愿望。好，不用跟我们讲。好，自己许好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好，来。耶！我闻，哦，这满足心愿了吗？满足，超赞，好好吃哦！我一定如果没吃到，会念一辈子。他讲了两遍，太经典了。我真的会念一辈子，笑死，这真的好吃。啊，终于搭到飞机了，不用那边晃两个半小时。哦，真的，拜拜。time that I